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目前我人在滨江市场这边，现在是11:19，没错，我今天出来了晚了一些些，目前已经上线了哈，这样。那今天是礼拜五哈，周末烫奖的第一天。好，那么有鉴于我呢，就是那个前两周呢，这个跑得很勤劳哦，所以我这一次的周间烫奖呢的第一标呢就跑上去啦，哦。现在呢是第一标是50趟哦，50趟，所以那下礼拜一我有事哈，不能够上线，所以变成就是说我5、6日这三天啊，假设要拿到这个烫奖的话，第一标了哈，那我平均一天要跑17趟啊，平均一天跑17趟这样子啊，按照这几周啊。也不能讲这里说前两次的这个经验哈，这样我认为5、6日哈要跑出50趟哈，这个几率是有的啊，是有可能的啊，基本上来说就是午晚餐都要出来跑啦哈，都要努力跑这样。不过呢，讲老实话，这个礼拜呢单量有明显哦下降啊，大家有在跑应该都有感受到这样子。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这50趟哦，呵呵，应该会有点硬，因为这个单量掉下来了嘛啊，哦，这样那就没关系啦，顺其自然吧，哦，看缘分，呵呵。好啦，那我现在要先去买一罐水哦，然后往这个民权东的那个麦当劳前进啊。啊，各位朋友，刚刚我要过这马路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位这个 Uber 的伙伴哦，那他是骑电扶脚踏车，旁边有装两个辅轮哦，这样子，那可能是这个小姐哦，不会骑脚踏车，所以她需要装辅轮这样子，那看她这样子骑，好像也蛮不错的，所以其实要是怕这个骑这个两轮脚踏车哈，应该讲说。不会骑两轮脚踏车的朋友，然后又想要骑脚踏车送这个 Uber， 那可以这样子考虑哈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目前我在南京东路5段哈，刚送一份这个顶呱呱的餐到这附近哦，单又来了，我看一下往哪里跑啊，往松山跑。好，不会太夸张，接。好，我要去取餐了，摩斯汉堡哈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光复南路的巷子里面，刚送掉一单哈，这样。那刚送一单来这边的时候，系统又丢了2单给我哈，这样。那2单是3.6公里，结果呢，我没有仔细看那个是2单，我就把它关掉了。关掉了之后，然后才想到，不对啊，上面不是有个2吗？那就是2单啊，哇，好可惜啊。因为我那2单拿到的话，那我今天就14单了。目前我只跑了12啊。对啊，所以现在要在那边等等看了，看看系统会不会再丢单给我了。那就等一下吧。哦，已经看到有2位伙伴在这边等单了。好，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。刚刚那一单真的是按太快了，看到3.6，反射性就把它关掉了，真是不应该。哎，下次要仔细看了，要慢一点。哎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这个巴德路旁边哈，这样，那这边有个小公园，巴德四号全联这边，那目前是1:27了，我已经断单了，刚刚那2单不应该。哎，真的是很不应该，所以要那2单有接的话就14趟，不过我目前就不小心把它按掉了啊，所以只有12趟。哎，真是没有办法。那1:28，看一看时间，差不多也该回去啦。那晚上继续吧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刚到民族东跟滨江市场的这个交叉口哦，这样。
啊，今天那个滨江这边哦，大塞车，不过对我脚踏车来说没差哦，汽车跟机车在塞而已，他们塞得很辛苦，我这还是钻缝哦，这样子到处钻钻过来。现在4:47哈、哦，啊，因为我今天想要冲一冲那个烫奖的烫次啊，先把它冲，想办法把它冲。冲至少啊，今天冲个20趟、啊、也就是我午餐已经跑12趟了，那我晚餐再跑个13趟哦，尽量想办法哦，当然也是要看系统要不要给我单啦、啊，一切以系统为准这样。哦，那反正我就随缘啦哦，也只能随缘哦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往这个这个地方啊。哪里啊？哦，这个区块哈，前进有东区啦，我往东区前进。哦，今天晚上想办法拼13趟啊，拼不到也没办法啦，啊，顺其自然。好，才骑进五常街哦，这个巷子里面呢、啊，系统就丢一单给我，然后我看一下那一单，诶，2.8公里哦，哦，那其实。现在超过这个超过2.5公里，我就已经不想接2.8，那当然更是不可能这样子哈、哦。那又看了一下，送到了那个位置，好，送到位置是这个大直，要我再过桥回去不可能啦、啊，好，这单就直接拒掉这样子。好了，那拒了一单啊，系统不知道会不会怀恨在心，接下来要给我单就会比较那个。啊，这个刻薄一点，不知道。还有，其实也不用想太多。有的时候，其实这个系统怎么样给单哦，我们真的是不太知道哦。有时候就抓不太到这样。啊，反正就是有单就接了哈、哦。啊，有单，然后自己喜欢的就接这样。啊，废话不多说，我要先去买一罐水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新安街上面哦，新安街两边街口这样。那我在这边买了2罐水哦，买了2罐水花了大概快5分钟，这边也没有单哦，这样。那我想要往现在往前走的话，我看我还是继续往那个东区那一块走好了，因为现在要往这个。那个金站方向走的话，我觉得，会有点距离啊、哦，除非就是我呢在那边接了一单，然后这个系统的那一单把我往金站那边带哦，不然我这边很有可能就继续往东区那边跑吧，这样。啊，不过我是其实是有点不太想，为什么我呢？因为我实在很担心哦，就是我到时候会一直被系统拉到那个大安区去，然后就往和平东路那边走这样。虽然说可以拒单呐、啊，但是我觉得，现在没有单的状况，单量有点变少的状况来讲的话，一直拒不太好哦这样子。哎，还想到我很有可能会被带到那个和平东路去，我就突然间不愿意。往东区跑了，哈哈哈哈，所以我现在突然间一个临时的一个想法，我沿着长春路直接杀到那个中山站那边吧，那边还是我比较习惯的地方，大同区、中山区。各位朋友，现在我身上有一单哦，是那个优势的单哦，还不错，这单优势单直接把我往西边带哦，就是带到新生北路这边来哦，这样。啊，我这单送完应该就直接往那个我的老地方哈、哦，民权西路麦当劳那边前进了，哈哈，真是太好了，这个命运的安排真好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刚刚系统丢了一单8公里的单给我，那我本来是没有要接的，哦，但是我看到那个就是单号旁边，哎，是不是单号旁边？哎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绿绿圆圈圈那个确认按钮啊。上面显示3单，啊，3单8公里，那一单差不多2.多公里而已啊，哦，呵呵，
然后我看一下地图，哎，好像也在中山区绕来绕去，并没有就是太夸张的跑到哪边去这样子。那我就把它接起来啦，这样。那这三单中有两单还是春水堂，同一个地方取餐。哦，200多块钱啊，那废话不多说，当然是把它接起来了。好，现在要去春水，先去春水堂取餐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终于哈、把手中的这三趟全部送完了哦，对吧？这一单那个最后一单有点诡异哈，这样不知道这个那个 Uber 是怎么派单的哦。不过算了，那个 Uber 常干这种飞机这样。我呢前两单呢就是往那个大安区送哦，就是第一单呢先送到那个。那个哪里啊？松江路上。好，那第二单呢，就松江路很顺的，就往仁爱路三段送。没想到第三单呢，居然就一拉回那个建国北路，哇，真简直莫名其妙。哦，建北民生东这边啊、不过算了啊、就是总是会有这些奇怪的事情啊、这个 Uber Eats 系统啊、Uber Eats 系统总是怪怪的啊。啊，客户没讲话就算了啊，会不会给负评我也不管了，反正负评不重要。好，我现在刚刚到客户那边又接到一单哦，可不可在长春路上，所以我现在要再从这个客户那边往长春路那边杀。哦，今天这个单都怪怪的。啊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是8:06哈，我在吉林跟南京东二交叉口这边，我刚送一单过来哦，这样，所以我现在手上没单啦。那我现在晚餐总共跑出了25趟，哦，等于算是今天啊，礼拜五今天哈、就是跑了这个周间趟奖的这个趟次要求的一半，哦，那接下来这个。明后天应该就会比较轻松了哈，就比较不会需要这样一直赶来赶去、拼来拼去哈，这样。那我现在是8:07嘛，我想要慢慢的就是骑回40哈，然后看看路上还有没有单，有单就接哈，这样子。那今天哦真的是一团乱，今天接那8公里的单真的接我一团乱，后来的这个几张单都是莫名其妙、哦，然后这个系统给的很奇怪，包括有两张，就是包括有一个叠单哦，就是主单跟叠单哦，那主单呢先往远的地方送，然后叠单再送回来，哦，这样讲好了哦。比如说，假设这两单我都是在金站接的，那系统既然要我先往这个南京东路三段送，然后再拉回来送到这个中山北路跟这个南京东路交叉口，哦，简直莫名其妙，不知道先系统这个派单又出什么状况哈、哦。其实之前也有出过类似状况，然后我都怀疑应该就是系统就是可能在调整吧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常常就是这样啊、过了几天它又正常了，哦。那反正不管如何啦，就反正顺顺的跑了哈、哦。然后今天有碰到一位这个外送伙伴哦，是人力脚踏车，然后骑的是公路车，弯把公路车，哇，超酷的，哦。啊，我还蛮佩服他的，因为弯把公路车在台北市的这个哦，那个熊猫大箱上好多骑士。好，单来了哦，长春麦当劳送中山区，送松江路，可以我接哦，这也是老地方。好了，我要往长春麦当劳前进啊、哦，啊，这边小右转一下，好。那刚讲一半哈，因为哈这个弯把公路车哈在台北市街头，说老实话，这个路哈这个样子哦，那骑起来哈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哦，因为我骑过弯把公路车，然后在台北市街头这个烂路哦，我真的会崩溃哦，所以我还蛮佩服他的，我认为他应该是骑了一段时间了哦，就是送了一段时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看他大箱里面的那个。那隔热层
都磨坏掉了。哦，不过我也蛮佩服他的啊，因为他的大箱里面居然没有隔板，也没有海绵，或也没有卫生纸，他就直接就把那个收到餐点就往里面一放，然后往肩上一背。那按照我的经验，餐点应该会在大箱里面滚滚来滚去，滚得非常愉快这样子。不过其实这还蛮看个人的啦。我的话就会希望这个餐点在大箱里面能够就是固定的好好的这样子。哦，啊，每个人想法不一样。哦，好，那废话不多说了哦，这个长春麦当劳就在前面了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那么我刚把麦当劳送掉哈，那麦当劳超级近哈，那个在长春麦当劳取餐之后呢，过了一个红绿灯，右转过两条巷子就到了，啊，就很快就送掉了，非常的开心。啊，那么我现在一样哈，就是慢慢的往这个40的方向骑回去哈，这样啊，看看路上有没有单，有单就捡一捡这样啊，那当然是要往40的单啊，这样。好，现在在哪里？民生东行天宫站这边，很好，